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大家早上平安，欢迎来到了读经与默想的时光。今天我们的经文来到了诗篇的第38篇，也就是传统里面认为有七首忏悔诗歌的其中一篇。这首诗歌是大卫的一首对自己的罪过、自己的罪愆所带出的一个忏悔。一开始的时候，大卫就寻求耶和华，他形容耶和华是什么呢？他形容耶和华就像一个射箭手一样，把箭射在他的身上。这种的形容并不陌生，在之前我们读约伯的时候，我们也读到了类似这样子的一种的表达。约伯说，上帝啊，把那个刑罚加在他的身上，把约伯当作是一个箭靶，那么那个箭射到他的身上。不同的地方是，约伯记里面清楚的让我们知道约伯并没有犯罪，然而在今天的诗篇里面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知道自己犯了罪，也清楚知道自己需要为这个罪而付出代价的大卫。经文哪里给我们看到呢？那么就是在第四节的时候，他提到说，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，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。因此这把剑是一个刑罚加在他的身上，也就像在第二节里面提到上帝的手压住这个大卫。因着上帝的恼怒，大卫发生了什么状况呢？就是在第三节里面，因着大卫的罪过，大卫承受着生理上、肉体上的痛苦，可能是一个病，可能就好像约伯承受着身体长满了疮一样，没有一个地方是完好的。这里也形容了，就是大卫所经历的是他的肉无意完全，他的骨头不得安宁。那么这一种的形容也来到了第六节，也同样的很像约伯的感受一样，他疼痛大大的卷曲，他每天都在哀痛里面，他的伤口发臭流脓，真的跟约伯很像。那么在第七节又再一次的提到说，大卫经历的是他的肉无意完全，这个是大卫的第一个痛苦，这个罪孽所带来的刑罚，在他的身上加在他身上的是肉体上的一种的刑罚。那么大卫在第九节的时候提到说，他面对这样子的一场苦难，他知道加害者这个刑罚是来自上帝，他也知道能够挪走这个刑罚的也唯有是上帝。因此他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他跟上帝说什么？我的心愿都在你面前，我的叹息不向你隐瞒。大卫没有因着罪孽的重担而躲避上帝，远离上帝，埋怨上帝，或者是跟上帝来争论。他知道自己错了，他愿意回到上帝的面前，他向上帝来坦白自己的无能，自己的衰微。那么大卫在第十一节里面提到了另一种的痛苦，也就是当他遇到这一场灾病的时候，大卫的期待落空了。大卫什么期待呢？他的期待是希望家人能够给他关怀，家人能够理解他，家人能够跟他站在同一阵线上，给他鼓励，给他安慰，甚至可能拉他一把。然而在第十一节我们看到大卫面对心灵里面另外一种的创伤，也就是他的良朋、他的很好的朋友、他的密友并没有来帮助他，反而是袖手旁观，他的亲戚、他的家人远远的站立。这是大卫的第二个痛苦。大卫在这种的处境里面，他希望在关系上得到一种的安慰跟扶持，但是他得到的是冷漠，他得到的是袖手旁观。这是大卫的第二个痛苦。那么经文也给我们看到大卫面对的第三个痛苦。大卫说，那寻索他
他命的人已经设下网罗，他们也每天正在筹算啊，有很多的诡计要陷害大卫。那么大卫的处境是什么？像一个孩子，不是一个孩子，像一个婴儿一样，一个很软弱无能的婴儿。为什么呢？他的处境是他什么都做不到，因为他说他就好像一个聋子一样，他听不到，他听不到这些人的诡计，他听不到这些的网罗，他看不到这些的网罗，甚至他的嘴巴不能够答辩，有口难言。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软弱的一个处境。试想想看，如果你是一个聋子，你是一个哑巴，你眼睛看到前面有危险，但是你听不到，你不能够有所防备，你听不到对方在做什么，你有口难言。当对方给你威胁，当对方要索取你生命，甚至在你身上加害你的时候，你一个言语都不能够发出的时候，那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呢？大卫形容自己，我如听不见的人，他听不到对方，他无法用口来答辩，他心中的委屈，他心中的愤怒，他心中想要伸冤的，他都不能够去用口去答辩。他要做，要怎么样拯救自己呢？一个又聋又哑的人，面对一个威胁的时候，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呢？大卫形容他的痛苦就是像这样子的一个状态。我们大概走过了大卫的三个痛苦，那么我们来到了经文非常精彩的部分，也是抓住我今天啊默想的一个思路。大卫在这种的状态里面的时候，他再次的来到耶和华面前，因为他自己知道像一个软弱的婴孩一样，一个聋子，一个又聋又哑的人，正在面对生命的威胁，面对家人的离弃，面对肉体上的灾害的时候，他做两件事情。他说他承认自己的罪孽，他因自己所做的这一切，他没有埋怨，他承认，他忧伤，在第十八节。那么他第二件事情，他所求的是在这种的状态里面，他寻求帮助，他抓住那个可靠的上帝，他抓住那个能够拉他一把的上帝，唯一一个可靠的关系里面的上帝来拯救他，让他不至于在敌人面前让敌人夸口。除了这件事情之外，让我感到大卫在这一场还没有战争的战场里面，他已经赢了这一场的战争是在哪里呢？是在第二十节。我们先看第十九节，诗篇第十九节提到，大卫说，我的仇敌又活泼又强壮，无理恨恶我的增多了，以恶报善的与我作对，但我追求良善。我认为整个的诗篇忏悔诗来到这个是一个高潮。大卫是处于劣势，处于卑微，处于被伤害的，处于破碎的，处于被打倒的，在敌人面前可能他是处于一个弱势的那一方，处于一个被伤害被击打的那一方。在我们的辅导界里面，我们时常听到一句话，被伤害的人会伤人，被伤害的人会伤人。因着你的痛楚，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你也想让别人痛楚，因着你委屈，你的反应是你想报复，你想把这个委屈，这一切的伤害，这一切的伤痛一一的都还给对方。那么在大卫这个二十节里面，他提到什么？以恶报善的人，与他作对。以恶报善的人，与他作对。当他面对这群恶人，当他面对这一群加害者的时候，他的选择是什么？大卫的选择是：我追求良善。我追求良善。大卫并没有还击，以恶报恶。在上帝里面，大卫站在上帝里面，
站在完全良善的上帝里面，他追求良善。一般上，当我们的痛加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我们都愿意把这一个痛苦一一的还给对方。我们想看，如果一对夫妻，当妻子面对丈夫的背叛的时候，妻子的第一个反应通常都是，我想要让我的丈夫痛苦。当我们被我们家人，最亲爱的家人背叛的时候，我们感到伤痛的时候，当我们感到委屈的时候，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往往都是，我想要奉陪，我想要把这一切都加倍的还给你。这个是人的第一个反应，就是以恶报恶。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复仇的这个一环又一环的不断连续的发生。我们会因着我们别人在我们身上所加上的痛苦跟伤害，我们的良善变质，我们的良善变质。我们会因为自己受了委屈，我们的良善，我们的公义，我们会变质，我们会移位。但是大卫在这一场的战争里面，我认为他胜利了。虽然经文没有给我们看到敌人怎么样被打倒，他的病怎么样的被痊愈，但是在这一场属灵的战争里面，大卫的心态里面已经很漂亮的打了这一场，已经赢了这一场的战争。因为他面对这一群以恶报善的跟他作对的时候，他追求良善，他的良善没有变质。他怎么样呢？他寻求耶和华，他没有为自己伸冤，他让上帝来为他打仗，让上帝来让仇敌缄默，让仇敌闭口。大卫在面对三种的苦难，面对肉体上的灾害，面对关系上孤单，承受孤单，面对生命里面毫无能力的去应对，或者是在平日里面没有一丝毫的平安里面，大卫面对这三个苦难，但是他心里面的良善没有变质。包括他怎么样看待这个上帝的良善没有变质，他没有因为这些处境而稍微的移位。大卫在这一场战争里面打得非常漂亮，这一场的战争，这一场的胜利也要提醒我们每一个人，当我们面对无论是身体上的灾害，无论是我们面对关系上的背叛，关系上的疏离的时候，我们都仍然可以选择站在上帝那里，在上帝的良善里面，我们继续的追求良善，而不是以恶报恶。这是今天给我的默想跟领修。但愿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去学习，当别人加害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我们不会因为对方，自己也变成一个大坏蛋，自己也变成一个恶人。我们往往都会给自己很多的理由，我们可以变成跟对方一样。但是站在上帝的良善里面，我们要的是继续追求良善，继续的不移位不变质。我们祷告，感谢天父让这一段的经文提醒我们，无论遭遇什么样的状态，我们寻求你，我们认罪，我们甚至站在你里面，我们继续的追求良善，帮助我们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